陈可忠，美国西雅图雷战士，同修准提佛母本尊法，与会大众恭敬合掌，恭迎无上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与会大众唱诵莲花童子心咒。今天大年初一，等一下师尊进来的时候，我们一起问候师尊师母新年好，我们跟师尊师母拜年。坛城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二拜诸菩萨。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三拜诸护法金刚。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四平等一起手。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师母莲香上师请上座，长老仁波切诸位上师请上座，教授师法师请上座，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请就座。
今晚的贵宾欢迎廖东洲大使及夫人朱迪师姐。台湾礼赞室公关主任王之祖师兄。台湾中医师廖兆明医师。美国加州 KLA 半导体公司资深处长方纯健博士抗力。英国中医师张云气师姐。Kimberly Christian PTY 董事长黄婷师姐。依照礼赞室往常的惯例，请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同门，请站起来自我介绍您的法号和来自的国家及道场。我们先从龙边开始。阿弥陀佛，世尊好，师父好，大家好。我名字叫莲花玉豪，来自马来西亚波叶莲香寺，第一次来到西雅图。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阿弥陀佛，世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博叶礼藏寺莲花尾山，祝大家新年吉祥，万事如意，欢迎你们。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莲花师林，还有我母亲莲花无梅，我们来自新加坡元学堂，希望大家新年如意。欢迎你们。阿弥陀佛，师尊好，师母好，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我们在香港来的，我是莲花黑气喘，我的嫂子在第一期来的 ，from Vancouver， 欢迎你们哦。你好，我是齐秋然，我是来自温哥华，祝上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欢迎你们。龙边还有要做自我介绍的吗？如果没有的话，要传到湖边哦。湖边的要做自我介绍的，请站起来。一心顶礼，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脸生虎符。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伦敦，我是莲花一海。这次能够顺利来到西雅图，感恩师尊的大力加持，欢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莲花星星，来自英国伦敦，祝大家新年快乐，修行进步，欢迎你们。还有要做自我介绍了吗？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莲花颖真，跟我父亲莲花海星，我母亲莲花雪娟一起来，欢迎你们哦。还有要做自我介绍的吗？其实世界各地的同门已经陆续来到西雅图了，再过一周就新春法会了。好，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世界各地的众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来参加同修。同修准提佛母本尊法开始观想真佛中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眼佛母，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世尊与诸佛菩萨注定梵光加持，持莲花童子心咒七遍：唵咕噜莲僧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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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咕噜莲僧悉地吽。做四无量观，观想行者自身的左手边有父亲及父系亲人，行者自身的右手边有母亲及母系亲人，后方有恩人师长、亲朋好友，前方有冤亲债主，四周有六道众生，团团围绕，同修密法，共成佛道。做金醒手印，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唵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娑哈。唵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娑哈。唵瓦扎拉旦诃诃吽。南无萨曼多摩多兰唵多罗多罗帝韦娑哈。念招请咒：唵啊吽娑哈。唵啊吽娑哈。唵啊吽娑哈。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宏观顺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顺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顺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同修祖尊，南无准提佛母。同修祖尊，南无准提佛母。同修祖尊，南无准提佛母。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南无东方阿处佛，南无西方阿弥陀佛，南无南方宝生佛，南无北方不空成就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佛，南无无极瑶池金木大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弥勒菩萨，南无金刚萨埵，南无莲华生大士，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神众，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唵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唵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唵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是平等以起手。达曼达供养，首节供养手印。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上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同修祖尊，南无大准提佛母，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空行龙天诸天神众，下施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增起诸功德，消业速速正菩提。唵萨尔瓦达达嘎达依达木咕噜那那免扎那看尼尼耶达依密。做四皈依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
一切诸佛法宝僧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是皈依咒：南无噶罗呗，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噶罗呗，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噶罗呗，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作毗迦护身，手结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唵波如来遮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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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波如来遮利。恭诵一遍《高王观世音经》，奉请八大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虚空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普贤菩萨摩诃萨，南无金刚手菩萨摩诃萨，南无妙吉祥菩萨摩诃萨，南无除盖藏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诸尊菩萨摩诃萨。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佛国有缘，佛法相应，常乐我净，有缘佛法。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是大明咒，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无上咒，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无等等咒，南无净光明弥佛，法藏佛，狮子吼神猪幽王佛，佛告须弥灯王佛，法护佛，金刚掌狮子游戏佛，宝胜佛，神通佛，药师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身王佛，善助功德宝王佛，过去七佛，未来显结千佛，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花生佛，百亿金刚掌佛，顶光佛，六方六佛名号，东方宝光月殿月庙尊音王佛，南方树根花王佛，西方照晚神通焰花王佛，北方月殿清净佛，上方五树精进保守佛，下方善济月英王佛，无量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处佛，弥陀佛，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行诸于地上，即在虚空中，此由于一切众生各令安稳休息，昼夜修持，心常求松此经，能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南无大明观世音，光明观世音，高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王菩萨，清凉宝山一湾菩萨，普光王如来化身菩萨，念念诵此经，七佛世尊即说咒曰：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真林千得，娑哈，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真林千得，娑哈，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真林千得娑哈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真林千得娑哈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真林千得娑哈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
比尼尼丁摩诃伽丁真林成丁娑哈尼波尼波丁求诃求诃丁陀罗尼丁尼诃那丁比尼尼丁摩诃伽丁真林成丁娑哈十方观世音一切诸菩萨誓愿救众生称名悉解脱若有智慧者殷勤为解说但是有因缘读诵口不错诵经满千遍念念心不绝或厌不能伤刀兵你摧折会怒生欢喜死者变成活莫言此事虚诸佛不忘说高王观世音能救诸苦厄临危急难中死者变成活诸佛语不虚是故应顶礼持诵满千遍重罪皆消灭后福坚信者尊恭受此经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诵满一千遍重罪皆消灭高王观世音经中恭念三遍往生咒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雅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色耽波比阿弥尼陀比伽难得阿弥尼陀比伽难得伽尼尼伽伽那吉陀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雅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色耽波比阿弥尼陀比伽难得阿弥尼陀比伽难得伽尼尼伽伽那吉陀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雅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色耽波比阿弥尼陀比伽难得阿弥尼陀比伽难得伽尼尼伽伽那吉陀伽尼娑哈所结根本上师大百莲花童子手印观想根本上师大百莲花童子三光加倍此莲花童子心咒二十一遍嗡咕噜连声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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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结准提佛母根本印先观空念观空咒嗡娑巴瓦苏达萨尔瓦达尔玛娑巴瓦苏多行嗡娑巴瓦苏达萨尔瓦达尔玛娑巴瓦苏多行嗡娑巴瓦苏达萨尔瓦达尔玛娑巴瓦苏多行观想金沙铺地香水海须弥山顶生出众莲花莲花中生出白色种子至准至放浅黄光月轮中准至旋转化为浅黄色的准提佛母是三目十八倍的大佛母带宝冠宝冠中有一化佛佛母背带璎珞白色的天衣十八倍执多样法器由图自右顺时针而下如意宝床莲花冠锁轮螺宝瓶波叶切宝曼根本印金刚杵钩乐府天妙果素珠智慧剑施无畏印根本印是双手共有十八手
准提佛母身黄白色，三目十八倍，带化火宝冠，庄严的出现在密宗行者对面空中而住。观想准提佛母的天心之眼放射一道极强烈的白光，照灌入行者的天窍，使自己的全身清净纯白。在观想准提佛母的天心第三眼强烈地照射自己的天心，行者全身清净光明，同时自己心轮开放成为一朵莲花，莲花心中有月轮，月轮中心有种子至准子放光，色遭准提佛母进入中脉，坐于心中莲台，一坛子间自己与准提佛母融合成一，无二分别。持准提佛母心咒108遍，先做持念珠观想。持咒：嗡哲里主里准提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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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哲里主里准提
提娑哈，嗡哲里主里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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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娑哈。作九劫佛风有三摩地。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嗡阿弥陀佛，嗡玛尼呗咪吽，嗡巴那摩林哆林娑哈，嗡哈哈哈维什摩耶娑哈，嗡哲里主里准提娑哈，嗡尊巴拉查楞查拉耶娑哈，嗡阿吽贝扎咕噜贝玛悉地吽瑟，嗡阿吽咕噜贝阿诃萨萨玛哈连声悉地吽，迪亚他嗡贝卡兹亚贝卡兹亚玛哈贝卡兹亚拉扎萨摩伽德嘿。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请大家起念请佛注释起愿文。具德妙善圣尊秘密著，十方世界佛刹成述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或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明念降生度迷情，三宝于是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齐请注释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恭送长寿佛心咒二十一遍，回向给师尊师母健康长寿。此咒：嗡阿玛罗尼主文迪耶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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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阿玛罗尼主文迪耶娑哈。嗡阿玛罗尼主文迪耶娑哈，嗡阿玛罗尼主文迪耶娑哈，嗡阿玛罗尼主文迪耶娑哈，嗡阿玛罗尼主文迪耶娑哈。回向，愿我定慧述圆明，愿我早得第三眼，庄严本尊大净土，愿共众生成佛道，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由佛度一切。真佛宗众弟子一心祈愿大准提佛母、最胜金刚及眷属八大菩萨，以清净的最胜加持力，时时护佑圣尊风华正茂，体强健，气脉通畅，百病消，增益敬爱皆饱满，常乐自在须臾间，真佛法轮恒常转，捉度人舟到彼岸。祈愿师母莲香上师病障消除，体康健，光明吉祥，乐开怀。恭请法王神尊莲生活佛做总回向。其实有归依所说的敬礼佛母大尊体，
天授归依所设地，敬礼父母大尊体。天授归依所设地，敬礼父母大尊体。舍利主义尊体所下，其亲皆因由民众往生清净佛国，其亲加持仪会众等，身体健康，身清净，口清净，意念清净，智慧圆满，习增怀诸戒德成就，以无量之慈悲喜舍救度众生，其亲加持，令一切得以成就，其具底佛母大准提发慈悲心，救度无量众生。嗡，哲利主义，尊体所哈。嗡，哲利主义，尊体所哈。嗡，哲利主义，尊体所哈。大准提佛母，天罗神，在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愿所起愿，皆得圆满。其亲加持，瘟疫退散，病毒退散，灾难退散，刀兵戒退散，地水火风灾难退散，意外灾难退散，恶言退散，逆言退散，恶念退散。问，
共念三遍百字明咒。Om Beja Sato Samaya Manu Panaya Beja Sato Tenu Padicha Jejomi Bawa Soto Kayu Me Bawa Sobo Kayu Me Bawa Anurato Me Bawa Sarwa Siddhi Me Bulaya Cha Sawa Gama Sucha Me Jitamu Sri Ye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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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ka Wen Sawa Tata Gata Beja Mami Mencha Beja Bawa Maha Samaya Sato Ahom Pe Om Beja Sato Samaya Manu Panaya Beja Sato Tenu Padicha Jejomi Bawa Soto Kayu Me Bawa Sobo Kayu Me Bawa Anurato Me Bawa Sarwa Siddhi Me Bulaya Cha Sawa Gama Sucha Me Jitamu Sri Ye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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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ka Wen Sawa Tata Gata Beja Mami Mencha Beja Bawa Maha Samaya Sato Ahom Pe Om Beja Sato Samaya Manu Panaya Beja Sato Tenu Padicha Jejomi Bawa Soto Kayu Me Bawa Sobo Kayu Me Bawa Anurato Me Bawa Sarwa Siddhi Me Bulaya Cha Sawa Gama Sucha Me Jitamu Sri Ye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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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ka Wen Sawa Tata Gata Beja Mami Mencha Beja Bawa Maha Samaya Sato Ahom Pe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Om A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二拜诸菩萨。Om A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三拜诸护法金刚。Om A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是平等一起受。念圆满咒。Om Brim, Om Brim, Om Brim, Om Mani Padme Hum。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根本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同修圆满吉祥。现在我们有请法仪式，与会大众请长跪合掌，请法队伍进场。由真佛宗美国西雅图雷藏寺甲辰年春季观世音菩萨西斋祈福超度大法会请法仪式，仪式开始，请法人员队伍全体顶礼根本传承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及坛城三宝。 Om Ahom。平等一起走。战火燃烧，世间生灵涂炭，生离与死别的苦痛彻心扉。当疫病可怕的蔓延，世间充满了恐惧，病苦与死亡触手可及。当生老病死苦来临，当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时，当求不得于五蕴四圣苦尽时，众生的无明让所有的苦求出无期。当观世音菩萨见无量众生沉溺在生死轮回之苦海而执迷不悟，他的悲心化为悲泪，左眼流下泪珠化为白度母，右眼泪珠化为绿度母，观音心化现的度母为救度一切苦难众生而诞生。当莲生圣尊
见众生身陷水深火热的无情战火之中。当莲生圣尊见到为疫病感染而撒手人寰的众生时，那天人永隔的悲痛，那生死永别的离苦，圣尊视众生为己身，视众生之苦为己苦，圣尊留下无数的悲泪，每一滴泪珠化成无限的法身，千处祈求千处现，以佛之光明照耀世间的黑暗，以千艘法船超度接引罹难者生净土。莲生圣尊悲心彻骨，誓愿粉身碎骨，生生世世救度众生。真佛宗众弟子一心恳叩大恩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主坛2月24日西雅图雷藏寺春季观世音菩萨习斋祈福超度大法会，即首传七眼佛母天眼通秘密法传法及灌顶。观音如来正法明，慈力悲心无止境，观音泪垂众生苦，化出七眼佛母身，佛母面如秋满月，身色纯白放五光，灿烂微光降甘露，关照一切诸众生。光明世尊莲生佛，佛智无漏尽微妙，甘露法音远悠扬，愿闻佛说第一义，开启天眼秘密法，守戒清净为首要，妙观察智心通透，悉见十方诸佛土，世间之有如是幻，天眼开启见真佛，无上智慧巧方便，自度度人登彼岸。请把队伍请起立，现在请西雅图雷藏寺请法代表向根本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诚心敬献请法礼物，请西雅图雷藏寺住持释莲营上师敬献哈达及供养，以表最崇高之敬意。请彩虹雷藏寺住持释莲宴上师敬献哈达及供养，以表最崇高之敬意。敬献白度母金身，月色朗秋母，慈悲智慧长寿尊，甘露偏洒于人寰，净放微光护群生。敬献七颗白水晶球，象征七眼佛母慧眼通透，妙观察，观照六道诸众生，悉见庄严佛净土，天眼通法最殊胜，敬献法王宝冠。
冠，光耀显赫，圣冕庄严，威震天地。敬献龙袍。法王龙袍，龙天护身，责备众生，德配天地。敬献佛塔。见佛庄严十法界，利益诸有情，功德最无上。敬献水晶双莲花。莲花童子莲花生，摩诃双莲池净土，清净功德庄严具，莲池极乐胜诸天。敬献金刚杵。无坚不摧智，无坚不摧金刚杵，象征如来金刚智，摧灭障碍烦恼除，光明坚固大智慧。敬献智慧剑。无坚不摧智慧剑，斩断世间诸烦恼，摧毁无明和愚痴，智慧通达得解脱。敬献长寿甘露宝瓶。长寿甘露常冠玉，福寿无疆莲生活，法轮横转度众生，愿佛长寿住世间。敬献金莲花。全开半开与含苞之莲花，象征佛法僧宝皆具足，皈依三宝具福德，无量功德尽妙用。敬献莲花佛手。佛陀拈花传心法，迦叶慧心开眼笑，佛传心印得了悟，微妙法门不言喻。敬献金碗筷。象征饮食丰沛之良足，衣食无忧常安乐，饱食暖衣永康宁，人寿年丰吉庆年。请把队伍全体顶礼根本传承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嗡啊吽。平等一起手。请法人员队伍全体以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大合照。美国西雅图雷藏寺甲辰年春季西斋祈福超度法会请法仪式吉祥圆满。现在请大家虔诚恭敬合掌，
请四年来上师代表全体弟子向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请法敬献哈达，以表最崇高敬意。请大家虔诚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真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华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大准提佛母，师母丹真嘎措图登西地图登卡玛，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大家晚安，大家好。没有打个好，谢谢你好。心照感恩，心照感恩。爱是德鲁，爱是德鲁。谁人的？谁人的？阿拉米哥。好的，你好。别给我们去。别给我们去。一起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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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今天没有影片了，我明天呢？那我们今天修准提佛母，这个准提佛母在东密啊，就是属于这个日本的密宗，日本密宗，它是一个很出名的佛母，很出名的佛母，在藏密也有很多的这个仁波切上师传这个准提佛母法，那个以前我皈依的普方上师，
他是他的本尊就是准提翁，他的本尊就是准提翁。准提佛母呢，总是习真怀书，他有十八个手，那是普方上师啊，那个像刚刚的像是普方上师。你们去哪里找到普方上师的像？这是普方上师的，所以我刚刚开始讲的时候啊，开修皈依所说的敬礼父母大尊体，这句话就是普方上师讲。那我很多的华本是从普方上师那边给我的，我有很多的这个华本是普方上师那边的。所以刚刚我开始的时候啊，有一本书专门写的，前本书都是准提佛母，这三百本书当中啊，其中有一本是专门写准提佛母的，只是把它云藏起来，没有人可以看出那是写哪一个佛母。那刚刚呢，有这个请法仪式，请法仪式最主要就是我们每一年这个在春节以后就会有一个祈福法会。那么祈福法会呢，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所有的福分将来临。那等一下的这个，因为今天是初一，所以特别呢，今天做的是灌顶幡啊，灌顶幡是扫把。这是很特别的。啊，初步的 school 才有的扫把是啥？把过去的全部给它扫掉，得一扫烦恼清，二扫过去的霉运全部给你消除掉，不好的运全部消掉，三扫业障消除，业障消。所以这个等一下的这个扫把的这个幡呢，它第一个一扫烦恼清，把烦恼扫掉；二扫霉运去，不好的运全部给它扫走。三扫你的业障给你消除掉。
再来最重要的就是本尊跟福分将来临。你的本尊跟福分都会由本尊束缚给大家，也就是过了这个扫把的灌顶关以后啊，那过去的一切全部扫除干净以后呢，就福全部都是福分来临。这是今天晚上最重要的。另外呢，今天晚上啊，这个大年初一也是弥勒菩萨的诞辰。所以明天呢，有弥勒菩萨的火供，非常重要的。他一样呢，可以赐福给大家，可以赐很多的福分给大家。所以我们今天跟明天呢，是双重的福分，双重的福分。我们帮那个弥勒菩萨唱一个生日歌吧。是那嘛，乌兰达文扎米乌扎嘎，是那嘛的班扎乌吉达干多阿嘎。是喇嘛的萨德拉，塞哈森多萨。是喇嘛的班扎乌木，丹塔阿吉亚。是喇嘛，我让他问。我们今年这个新春的法会会传这个七眼活母，就是白度母的天眼通法，天眼通的秘密法，而且来的人或者是主起的会给一张天眼通的秘密的符。这个增加啊，你自己的天眼很快的这个打通。我们生活中的弟子很多人都已经具备了这个天眼看到，能够看的跟活菩萨可以看到活菩萨。我讲过西雅图雷藏寺的活菩萨，每一尊都是活的，像地藏菩萨啊，非常的慈悲。我刚跟大家讲过啊，我在这坐在这法座上，这个大概是属于年纪的关系吧，啊，始终做了入三昧地的时候，就会入四昧地。
地藏菩萨很慈悲啊，他就从那里拿一个锡表把我绑住，免得头低得太厉害。他有时候地藏菩萨他也会用这个指头在耳朵旁边这样子，叫你醒过来一下，不可以在众生面前表露你自己的疲态。但是人总是忍不住的，所以经常弹指，这个一弹指啊，我就惊醒。他警告我，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弹指的声音？没有啊，那无形的弹指。另外锡表，弄一个锡表把我绑在跟这个绑在一起，我睡得比较安稳。都是活的。你们这里有天眼通的站起来讲，这个西雅图雷藏寺的活菩萨是不是活的？讲是的人站起来。麦克风呢？一个一个讲啊。我谢谢好，各位好，我曾经看见那个来去我求继母很久啊，所以他给我一个笑容。我挽救了这个汗臭，所以他在那个左边的脚动一下，我还是我自己的汗就不清楚了，他就就动多一下，所以这是真是很灵感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他们懂不懂。你是巧克力的，巧克力来的吗？是。哦，他是很认真修持的弟子，从巧克力经常每一个礼拜六礼拜天巧克力开车开到这里，加拿大巧克力开到这边，要开多久？经常是四五个小时。今天没有，今天你打飞机来。好，多谢长，多谢长，请坐。还有呢？谁可以证明这里活菩萨都是活的？大家听哦，我哈87岁啊，未使讲白话。我这个讲台湾话的。地藏菩萨哈，救我回来哈，搁活20年啊，我拢无讲哈，在龙庄哈，会急诊室的哈，都是地藏菩萨，给我看，我甲伊讲。我讲我不爱住，哦，世间真艰苦，紧给我住。阿姨吼，甲我讲，业障我未够，消除我未离。我讲啊，若要给我未离吼，我会认真做功课，干会晓煮饭啊尔。啊，你给我好好，唔能破病，唔才会煮饭。所以我即阵心目中吼，常常唔敢对人讲。敢那一直做义工，就是我心目中，甲即尊地藏菩萨约束的。
迄日阁带三天的病院哦，医生查无病，也袂坐，也袂起来，甲一直甲我注射，啊，我甲讲我要来转啊，医生讲袂使，袂使讲哦，要甲我送去养老院，我阿咪话夫咧，阿妈话我无爱哦，我若去啊哦，我不如紧翘起就好，我吼求师尊啦，师尊啊，你莫紧甲。恁我同住家家厝，啊，我紧来转。结果吼，强要求我这个看护吼，师尊也看过，这个袂歹，啊，就甲我带转因家一礼拜，甲我强带转带因家一礼拜。啊，我家己认真哦，一直念地藏菩萨哦，实在是哦，唔捌字啦，阁无卫生，拢乌白念啦。刚才一直地藏菩萨，你莫紧我好，地藏菩萨紧我好。啊，会晓念伊个心咒，三工转来无食药，啊，怎啊过来做工？我唔得甲讲，我一礼拜做一工就好，我做两工就好。谢谢大家。谢谢。地藏菩萨慈悲啊！还有刚刚那个举手，你站起来讲。首先先谢谢世尊法身这么多年来陪着我一直修行，日夜相守，从未分离。我和法身之间，还有佛菩萨之间的殊胜感应事迹写成的修行日记。那也谢谢世尊赐名叫无色光明日记，谢谢世尊。然后，金母，就是我每天其实都会礼拜金母。那金母都会放金色的光加持我，我也会同金母说话，金母也会给一些指示。那有一天是午餐前，先来礼拜，结果金母的金光发到一半就停止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金母的金光为什么停止，好像被分心了。然后在我起身看向门口的时候，才知道说是师尊的车开进来了，所以金母很关注师尊，很爱师尊。还有地母娘娘也是，地母娘娘就是有一次我在礼拜她的时候，她看起来就是很开心，很微笑。就在我礼拜完起来的时候，他就变得很严肃，我就正纳闷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结果我转头一看，就是发现后面有人在礼拜他，拿香跟他说明事情。所以佛菩萨都是活的，谢谢师尊。好。啊，瑶池金母如果不关心我，还关心谁？还有谁？这边好像有举手的。顶礼师尊，其实我还没有来这里之前，我去了台湾雷藏寺挂单，然后山上的金母呢，我从来没有看过，但是我出发之前我已经梦到，然后我去台里很喜欢烧金子，因为这里的金子很贵。然后我真的烧了六箱的金子，然后那个金母了我还没有看过，我去了台湾几次没有看过，我可以梦到金母。然后在这里我第一次来，我就问师尊，大概三点钟，我很喜欢找师尊家吃我的给我的东西啊，因为他们不能来哈，有三十几位，所以很喜欢帮他们供花。有一天呢，我就跑到这里，就是跟洪财神讲话。然后我还没有供那个花，还没有供，我已经看到那个玫瑰飘给我看。然后第二次就是大概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我就买那个玫瑰花供给红财神。然后我有跟他讲话，我说你喜不喜欢，然后就跟一个法师坐在这里折莲花，然后那个玫瑰的香味就从那边飘过来，我看不到，甚至我可以闻到是玫瑰的香味。然后有时候我也会闻到师尊，很远的距离很远，我可以闻到师尊的那个味道，这样子。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只有师尊开过光的地方，比方比如在香港的分堂，我可以看到师尊的佛像是活的，不只是这里，其实那个堂师尊很久没有去过香港那个分堂，但是所有的佛菩萨师尊只有去过的，他们也是活，不但只是这里。我是做一个小小的证明，我们的师父是活佛。啊，谢谢。鼎鼎师尊，是这样，我想问问，我还没来之前，我经常呢，早上晚上做冥想的时候，我闭起眼睛呢，好像那个放电影一样看到东西的。然后呢，我很多事情呢是有预感的，很多很多事情，比如我曾经我家有一对那个鹿和两个小孩，然后有一天呢，有好几次连续就是报梦给我，这个鹿妈妈在我们那个路的大路的上面给车撞死了，那我就很害怕，我就一直跟他祈祷，就说不会发生，就是一直意念跟他，然后一直这几个月里面都给我这个 signal， 然后我一直跟他意念都没发生，但是过了几个月以后呢，那个我忘了，某一天我一大早要出去，真的就是报梦的那个位置，这个鹿妈妈就在那里给车撞死了。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其实发生在我身上很多了，但是我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次我去我的闺蜜家里，就跟她 high tea， 那刚好呢，那个地藏皇菩萨，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有地藏皇菩萨，我们那个台就是我们对面两个闺蜜在喝茶聊天，然后旁边就是那个地藏皇菩萨有一尊在那里，我们谈聊了大概半个小时以后，突然之间有一个光在我的头，然后呢我的眼睛没办法打开，然后好像有点头晕一样，然后呢我以为是这个方向有东西照着我，然后我就 try 不同的东南西北前后左右，然后我女朋友看见我这样，还她以为我突然之间好像中邪了一样，然后我望过去，我就看到那个地藏皇菩萨，但是我说哎，这是谁，这是什么来的，然后我女朋友告诉我，她说这个是地藏王菩萨，然后我说你等我一下，然后我就推开椅子，我就马上跪下来，然后就说感谢地藏王菩萨，这个赐我智慧和光明，我就是自己这么automatically 就讲出来的，一讲完起来，这个光和围着我没办法打开眼睛的这个现象就没有了，所以我想请教师尊，这是不是我跟其实是跟那个宇宙有 connection 的呀？ Yeah， 我很多事情都可以有预感的，然后谢谢师尊，很好。还有吗？鼎鼎师尊，师尊，我这边想分享一下，上一回呢，我从美国回到台湾的时候，我跟那个莲花齐薇、莲花璎珞，我们一群人到了高雄旗山的佛陀纪念馆，我们去那边做参访。那在那一天的当天当中，那天刚好是阿弥陀佛的佛诞。所以我们在佛陀纪念馆的地方我们看到了阿弥陀佛，所以当下弟子呢也在那里念了佛说阿弥陀经。当念完了之后呢，当下那时候闻到了师尊身上的
身上的香气，然后我就跟莲花璎珞跟莲花齐薇说，我闻到了师尊的身上的香气。他说对，我们同时都闻到了。所以我们一直相信，就是说师尊的法身，当我们弟子无论处在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师尊是时时刻刻陪伴着我们的，感谢师尊。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在1月28我们在泰国汤印汤的这个饭店里头，我们办了一场请佛住世的共斋僧的慈善活动，然后呢也是做大白莲花童子的这场会供。当天凌晨我们有准备了师尊很多的书，泰国的这些书是要发送在当天活动法会当中的这些来宾。主坛上师是连结上师，当下他从饭店的房间下来的时候，要看我们场部的状况，后来发现前一场有很多泰国人办一些 party 的活动，然后当下连结上师就说，来来来，我们赶快把师尊的书发送给那边当天的那些不认识的泰国人。然后另外有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师姐，她说她当下看到我们在发师尊的书的同时，所有的书都在放着五色的光在加持。在这边特别分享，阿弥陀佛。还有吗 ？Last， 啊，没有了，没有了，讲文墨结晶。我本来是讲说我们这边的活菩萨都是活的啊，大家讲的都是讲自己的。不过也有讲这边的活菩萨是活的啊，像那个洪素清师姐，她是在跟瑶池金母讲话，突然间瑶池金母就不讲，就看着远方，看着外面，说奇怪为什么不讲呢？原来师尊的车子拐进来，他是看着我的车进来。所以他讲说这个瑶池金母时时刻刻都看着师尊，所以其实他对我很严。我本人啊是这样子的，没有一天，没有一天是忘掉他的，每天都一定要念他的名字，而且从早开始，从起床开始就念他的名字，晚上睡觉也要念他的名字。在这当中啊，也都在念他的名字，就算加持也在念他的名字，修法也念他的名字，没有修法加持也念他的名字，全部都是以他为主的。他说就是我的第一个本尊啊。所以啊，就是这样子。我有三个本尊，第一个本尊
就是启发我的本尊，就是瑶池金母。第二个本尊就是我本身本地的本尊，就是阿弥陀佛。第三个本尊是我花愿的本尊，因为当初的时候认为地藏王菩萨他花的愿望最大，所以是大愿地藏王菩萨，我跟地藏王菩萨花的愿是一样，所以他是我花愿的本尊。一个是本地的本尊，我从哪里来我回哪里去，就是本地，其实没有来去，无来无去，维摩诘经就是这样子讲的，根本没有来去。我们现在讲维摩诘经，维摩诘所说经观众生品第七，儿时闻诸师利问维摩诘言：菩萨云何观于众生啊？闻诸师利问维摩诘大师：这个菩萨是如何看众生的？众生到底是什么？娑婆世界的众生到底是什么？维摩诘言，维摩诘回答了：譬如幻师见所幻人，如菩萨看所有的众生，就是幻化出来的人，这个幻人啊，幻是幻化啊，变幻的幻，变幻的幻，看众生都是幻化出来的。这个拿比是怎么比喻呀？我们有时候，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布袋戏，布袋戏，布袋戏。我常常讲，台湾大学又有两个戏，一个就是布袋戏，一个就是歌仔戏、瓜戏。但是演戏，布袋戏用手撑着出来，啊，小时候很喜欢看，很喜欢看布袋戏这样，啊，这个走路，啊，这个从这边走出来这样，冰豆。啊，无聊低歌困，啊，不能讲啊，无聊低歌困，还有脏话八卦，啊呀，母鸟猪哥坑，这个看不大戏看迷了，以为那是真的，哎，终于啊，我认为是真的。现在我们彰化八卦山，就是彰化八卦那边有一个养猪园猪哥坑，有一个挂山雷藏寺，就是连极上师啊，他喜欢讲连极，就是极端的极，他是极端的上师。
我承蒙他照顾我三年，我隐居的时候啊，他照顾我三年半。对，他现在在彰化八卦猪哥坑的旁边建了一个挂山雷藏寺啊，有时间你们到彰化去啊，八卦山那边有一个挂山雷藏寺，就是莲吉上师那里，可以去那里参访参访啊。都是幻化出来的，不大戏戏嘛。这一下子他好像是活的，其实他是没有的，这是幻人啊。菩萨观众生啊，唯若此。菩萨看众生就是这样子的，如智者见水中也。有智慧的人啊，就等于是菩萨了。看众生是什么？水中业。你说那个业量出来的时候啊，还影在这个沙弥密西湖上面，有一个业量，很真实，因为水很静，很平静，那个业量很圆，就在水里面。有智慧的人知道，那个根本就是那个业量是假的，不是真实的。真实的业量在上面，在天上，是看起来是真的。看起来你就是水里面有个业量啊，确实是。看起来是真实的，啊，事实上是假的。这菩萨看众生啊，也是一样。众生啊，是水里面的业量啊，不是真实的，不是。子虚乌有，不是真实的。如镜中见其面相，就像我们看镜子一样啊。我们早上起来看一下镜子，观察自己的气色，善观气色，看一下，哇，看看镜子，镜子里面有一个你啊，镜子外面有一个你啊，镜子里面的你当然是假的啦，但是镜子外面的这个你呢，菩萨把你看成镜子里面的你，也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也不是真实的。很简单讲，菩萨看我们就好像镜子里面的人。我们有所谓住净法，你知道什么叫住净法吗？这个你的本尊贴在镜子上面，拿这里一个镜子，你坐在镜子面前，你把本尊啊想在镜子里面，你看着镜子里面的你，把你的脸变成本尊的你，镜子里面的你跟本尊跟你三个人三个东西隐合在一起，到了有一天你发觉你自己已经进到镜子里面了，而且镜子里面呢是你的本尊，就是本尊你跟镜子里面的那一个你
三个合成一个，就是修住净法，住净法的一个方法。你把自己观想成为本尊，然后镜子里面的你也变成本尊，上面一个本尊，镜子里面有一个本尊，你自己也是本尊，三个合一，那个就是住净法。如热实焰，我们有时候可以看到太阳，太阳的光射在那个大地上，大地上有一层焰光，火焰光出来，焰火。当然我们晓得那个不是太阳，也不是太阳，但是是太阳的幻影在沙漠上，甚至什么什么东西啊，我们知道有时候在海面上可以出现城市，那个叫做海市，那叫什么楼啊，圣楼，海市蜃楼，还是蜃楼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个城市怎么会出现在海面上呢？原来是一种反射，把这个城市啊反射到云上面，再由虚空中再还影在海面上。这个跟热实焰是一样的。再来呢，就像呼声响，我们有时候到来一个地方，到山谷的时候，我们喊一声哦，喊完了，不，再经过一段时间又听到哦，这回音啊，他说就如同那些回看众生，就如同那些回音一样，那是你自己的声音发出去的，隔了一阵子他又回来，你看他碰到了墙壁，碰到了山壁，这空谷就有回音，是这个意思啊。如空中云，这个菩萨看众生啊，就好像空中的云一样，今天看的是这些云，等一下看的已经就不一样了，一刹那它就没有了，第二天看的云又不同了。所以人生的真的是无常变化，如水寂寞，我们看那个水啊，闪咪咪西湖，湖中有时候会有一些那个叫做涟漪吧，涟漪啊，反正我们中国中的地址就是涟嘛，啊，有一个叫涟漪，一个叫涟漪，啊，涟漪，啊，也有一个叫涟漪，一个叫涟漪的，反正就是你丢一块石头下去，它就产生了这个涟漪出来了，但是它不久它就消失掉了。菩萨看众生就是这样子的。水有泡泡，叫水泡，它有时候移动一下子，嘣，它就破了，就没有了。这个菩萨看众生也是这样子的，如水寂寞，如水上泡，就是这个气泡嘛。
如芭蕉尖，芭蕉是一种树，芭蕉啊也是不实在的，外面看芭蕉好像芭蕉的树，你知道啊，树叶下雨的时候啊，芭蕉的声音最响啊，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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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很响很响，下雨的声音，听那个芭蕉，雨打芭蕉很容易入睡。但芭蕉你看起来像个树干，很坚固的一个树干，就是它是一层一层的接起来的，根本不实在的。我们看是实在的芭蕉树，其实它是一层一层的皮，那个树干是一层层皮，把它分解掉就没有了。如同芭蕉一样的，看起来很坚固，其实根本就是一层皮而已。如奠九柱，如电九柱，我们看闪电，菩萨看众生，就如同我们现在看那个闪电，唰下来就没有了。这菩萨在看我们，就是唰一下子就没有了。我以前看布大戏，那个最早的，你们不知道看过没有？那个叫做魂惊白龙教，那个是后来的啦。我最早我小孩子的看布大戏，你懂得我看布大戏，我到那个高雄啊，那个六合二路那边有一个新生戏院，大家别出哦，大家别出哦，三夹、白夹、红夹、分钟夹，哦，大家别出哦，天生善人，你听过没有？有好三夹有，有没有？天生上人，六丸老回心，听过没有？六丸老回心，这个佛道啊，佛道二老，佛道佛道二老啊，道呢就是天生上人，佛呢就是六丸大回心，老回心。那个天生上人一出来啊，他会唱一条歌。那条歌叫做《为何名已出》。我那时候我们看的布大戏啊，真的你们都没有看过的。就是他有一个满相星，三峡嘛，你好三，还有叫满相星。你看的都比我看的多，我走过的桥都比你走过的路多啊。我吃的盐啊都比你吃的米还多啊。那个天生上人出来，他会唱一条歌的，那条歌就是为何名已出，那个谁会唱啊？师尊是苦海女神龙唱的，苦海陆心荣。哎，对，苦海陆心荣，哎，苦海陆心荣那一条，那一条歌。哎，谁在这里？那个在这里吗？这是苦海陆心荣。
他出来就这样子。为何名如此？为何命如此？刚刚最后那一句就是为何命如此。然后他一路走啊，一路唱这条歌，然后打喷嚏。他只要一打喷嚏啊，那个对方的那个那些他的那个仇家啊，一个一个听到他的喷嚏，就通都死了。他一路走过去，也一路唱这条歌，那旁边的那些那个很厉害、武功很强的要打他的，全部通通都倒。哇，他天心善人，哇，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以后打一个喷嚏，你们通通都晕倒了，那我就很厉害。不太细啊，人生就是这样子，一个闪电而已啊。菩萨看我们只是一个闪电，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看我们是不实在的。以下所讲的全部都是不实在的，你看嘛，如第五大，哪里有第五大？我们明明知道是四大，地水火风。我们人体是地水火风组成，哪里有第五大？所以他讲如第五大，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如第六音，我们讲的是五音嘛，色声香味触。哦，色声香味触法那是六啊，对不对？色受想行识了，色受想行识是五音嘛？五音哪里有第六音？不存在的。所以菩萨看我们是不存在的。如第七情，哪有第七情？我们不是讲七情六欲吗？不，这里讲佛经啊，佛经只有六情，没有七情啊，只有六情啊。哦，第七情也是不存在的。如第十三入，哪有第十三入？十二因缘哪里有？这十二就是就没有了嘛。第十三入就是没有这个的。如十九戒，哪有十九戒？十八戒而已啦。第八戒啊，十八戒，猪八戒，所以这根本讲的就是没有的。菩萨看众生，就是没有的，哪里有众生？所以他把我们看的非常的渺小，我们自己认为哇，很威风啊，有哦。其实他把在菩萨的眼中，你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菩萨看众生都是这样子的，真的。人生啊，其实真的是幻化。对啊，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男生每一个都是英俊潇洒、飘撇的、飘撇的少年家啊，我们每一个女生啊，都是天上的仙女啊，对不对？怎么知道现在会变成这样子？这个老的老，
愁的愁，变猪的变猪。这，哎，想当年呐、啊，不要去想。啊，想当年呐、啊，也是真的，就跟电影明星一样的啦。我们男生每一个都是电影明星的，啊，女生也都是一样的，都是大美女，每一个女生都是大美女。年轻的时候啊，哦，我们这里最久的那个慧文啊，慧文。啊，我去加州弘法的时候，慧文、赖茂香，啊，他们是一起的，啊，慧文经常跟站在赖茂香旁边，赖茂香跟慧文两个，那时候我去到加州，看到这个赖茂香跟慧文，哇，哪里来的啊？你走路的，这个。真的倾城倾国哎，哇不得了啊！你知道吗？那个玉如、玉婷、玉婷呐、啊，玉婷小姐，你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玉婷，这样，她不是，她是君玉啊。玉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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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萍。他那时候啊，啊，请坐。他那时候在尊胜雷藏寺附近，对不对？他在尊胜雷藏寺附近哦，一品啊。他只要一进到尊胜雷藏寺，同修那天晚上啊，就爆满。爆满啊，他如果不去，人烟稀少。你知道吗？玉萍那时候，他只要进到尊胜雷藏寺去同修，后面跟着一群，哇，像海水一样啊，众星拱月，哇。很迷人的，以前是不是这样？很多的男生都是为了你去同修的，是不是？是啊，他点头了。怎么？现在啊。现在你不管你什么时候来都是不多不少，不过他还是有他的，你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欣赏一下。对啊，他还是美人呢，已经很不错的啦。当初的时候真的是在尊胜雷藏寺红遍天下，红遍天下。你问莲生，莲生上师，莲生上师说，只要他一来，哇，众星拱月，不得了的，真的，阿嬷喂。明义法师。啊，你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知道明义法师吗？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他以前呐、啊，在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Seattle Center 啊 ，Space Nino 哈。Seattle Center， 他是穿旗袍走秀的，你知道吗？他穿着旗袍，
在舞台上面走秀啊，底下的人都跟他吹口哨，哇，一出来啊，艳光动人啊，哇，色招多少人啊，哎，你现在站出来给我们把口罩拿下来啊，口罩阿嬷喂，穿旗袍走秀的，你有没有穿旗袍走秀？你自己讲。你看吗？身材苗条啊。怎么？多姿啊。现在听声音就可以了。不是一刹那吗？就是跟闪电一样啊。真的，慧文，我不讲你的年龄了，真的，他是不错的。还有春晖呢，啊，春晖，你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告诉你哦，春晖刚来西雅图雷藏这寺的时候，我看她，她是一个大美女，你知道吗？她是一个大美女耶。春晖啊，她在西雅图雷藏寺很久了。对，她在旧金山的时候啊，她刚来的时候啊，我看她，哇，这个小姐也是很美的，啊，身材很好。还有熊曼呢，哎，熊曼，哎，熊曼是，她从她年轻的时候，她年轻的时候，我跟熊曼那时候在一个叫做西雅图那个加拿大再下去一点有一个这叫做那个夜总会叫什么名字，Youngman， 对，在Youngman那时候在那边，熊曼好像有跟我跳过舞，有没有？那跟师尊跳过舞，我那时候我还有头发的时候，还跟他跟我跟熊曼跳过舞的。熊曼那时候很漂亮的，现在也是不错啊。你看她的那个形状还在，她那个美丽的形状还在。师尊那时候也很帅。好，谢谢谢谢。我们是跳过舞的，真的。想当年，不能想，不能想，不能想。所以呢，活菩萨看我们一闪，就全部都过去了。有几个哦，对了，莉莉法师，你站起来，把口罩拿下来，转向那边给大家看一下，把口罩拿下来，来转向那边。好，请坐，请坐。他家里排行老二，老大选过这个那时候叫什么小姐，你大姐啊，
第一届中国小姐，第一届中国小姐，那个第一届中国小姐是她的姐姐，但是她的爸爸讲的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她爸爸讲，她家最漂亮的就是莉莉法师，她是排老二。她的姐姐是第一届的中国小姐，她是排老二，她爸爸经常赞扬莉莉法师是我们家里面的最漂亮的一个小姐。他的轮廓还可以看得出来哈，轮廓还可以看得出来，轮廓还是，你看嘛，莲芝呢？莲芝小姐，这莲芝就是那个那白头发的，那请你站起来，啊。Please， 啊，他是最早皈依的。我在这个灵仙阁的时候，他就来皈依了。他跟他的先生莲广，他叫莲芝，那么莲广是他的先生，是一个博士，一个 doctor 啊。啊，他本身也是作家，他会画画的。我那时候看莲芝啊，脸是红色的，经常有潮红，五官非常的美，是他是在这个西方人当中最漂亮的一个小姐。我那时候认为，你看嘛，都是美女耶，我们都是英俊的，英俊飘飘的少年家。我那时候很年轻啊，我看了好多，哇，怎么每个都这么美？啊，现在在看大家。都已经接近老菩萨，啊！刚刚老菩萨，我告诉你啊，老菩萨他在菜市场卖衣服的时候啊，他当年在菜市场卖衣服的时候啊，他是衣服湿湿耶，湿湿了。哎，老菩萨。老菩萨跑哪里去了？啊，站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你很像是锅炸的蛇丝。西施哎，他在菜市场卖衣服，年轻的时候在菜市场卖衣服，他是。衣服西施，你看嘛，这个就是人生啊！哎，几点啊？10:26。啊？10:26。阿妈回。啊，今天都没有讲笑话。电光石火。真的，一刹那就一晃就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真的讲起来哈，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过去，哎，大家真的要珍惜相处的时光啊，只相处的时光也不多了，你自己想一想看嘛。师尊现在呢？80岁耶，
气死我了，现在我怎么80岁了，我还以为我18岁呢。所以人生真的是跟菩萨看我们就是这样子，其实100岁算什么，也不过是一个闪电而已，就没有。师兄还没有跟我们大家拜年呢。哦，那还要跟大家讲，大家新年好，龙年行大运。啊，每一个人这个福德增长，还有百子千孙。健康长寿，哦，健康长寿。那大家在这个龙年呢，大家都有福分。好，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根本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宝贵的法语开示。雷藏寺有以下法务活动向大家报告：明天2月11日星期日下午3点，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在彩虹雷藏寺主持弥勒菩萨护摩法会，讲授维摩诘经，赐授弥勒菩萨法灌顶。明天的开放时间是10点15分，法会现场有中英语网络直播，详情请参看彩虹雷藏寺网站查询。请新皈依者到坛城前长跪，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为新皈依者做皈依灌顶。For those who want to seek refuge in Grand Master, please come forward line up in the center to receive Grand Master empowerment blessings.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大悲咒水佛具部即为佛像开光。神奇的火，红咕噜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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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的火。
晨曦的红，红咕噜连晨曦的红。西里红，红咕噜连身西里红，红咕噜连身西里红，红咕噜连身西里红。现在我们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赐予与会大众净化扫把加持，请大家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排队来接受净化扫把清净。今天是大年初一，感恩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在新的一年第一天与净化扫把将弟子霉运扫掉，除旧布新，消灾解厄。一扫烦恼清，二扫霉运除，三扫业障去。师尊祝福大家新的一年福分来临，本尊加持修行成就。请大家一心合掌念诵金刚萨埵短咒。同门，同门有来吗？同门有在陪侍吗？开始了，恭请师尊啊！你做什么？哦、没有咒音呐、啊。哦，我们一起念咒。Om Becca Sato Home,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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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ca Sato Home.Om Becca Sato Home,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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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ca Sato Home.Om Becca Sato Home, Om Becca Sato Home, Om Becca Sato Home, Becca Sato Home,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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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ca Sato Home.Om Becca Sato Home,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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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ca Sato Home.Om Becca Sato Home,
Betta Sato Hong,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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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ta Sato Hong, Betta Sato Hong, Om Betta Sato Hong。Betta Sato Hong, Om Be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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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o Hong。还没有接受灌顶加持的同门，请你们来接受净化灌顶哦，请大家排队来接受净化灌顶。还有义工同门没有接受灌顶的，请你们来接受净化清净灌顶，即将就要结束了。吉祥圆满，感恩师尊，我们恭请师尊带领大家顶礼坛城。顶礼坛城，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二拜诸菩萨。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三拜诸护法金刚。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是平等一起手。同心会圆满吉祥结束了，我们一起顶礼感恩，谢谢师尊。师尊晚安，师尊明天见。